开始。好，翻到嚟啦。当我德哥休息紧一阵，或者有人亲紧自己一阵，或者有人准备紧下一个节目嗰阵，我哋就讲讲呢个 DID 一比六嘅新产品啊。嗱，呢一个咧其实咧系一个历史人物嚟嘅。咁当然啦，即系 DID 嘅风格咧，定系送额外价值俾大家，一鸡两尾啊，两个人头吓。咁啊，即刻嚟讲啦，呢一个 DID 咧其实就唔系第一次出噶啦，呢个叫史提芬伯格，如果叫中文啦。其實就是華爾基里行動咧，就係、是、喺二次大戰嗰陣咧，1944年咧，大概七月到咧，有一次行刺希特拉嘅行動裏邊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人就負責執行嘅。其實佢裏邊有一班嘅軍官啦，最高去到少將級咧，其實就想去將當時嘅希特拉咧就行刺啦，因為嗰陣佢覺得，因為當時盟軍已經登陸咗歐洲噶啦，咁啊覺得好唔對路啊，呢個瘋狂嘅軍事狂人啦，於是咧就策劃咗啲行動，就想炸死希特拉。咁但系咧失敗咗，咁呢個就係嗰個真人版本嚟嘅，右邊呢個啊真人版本，左邊呢個咧就係電影入邊嘅版本啦，一齊睇下產品啦。嗱，咁同平時一樣啦，佢哋咧後邊嗰個蓋咧就唔會嘥嘅，就可以做個 backdrop 嘅。另外咧產品方面啦，直接同大家。講一講特別嘅啦，佢嗱呢一個咧，好明顯是一個某某靚佬湯嘅，係啦，好熟口好熟口面一個超級巨星咧，好中意做啲不可能任務嗰個人咧，就係佢嚟嘅。咁啊，呢一個其實呢套戲咧都差唔多有10年咯，我諗都有10年以上噶啦。咁啊，當時我都覺得係一套唔錯片嚟噶啦。咁啊，其實戲入邊咧，佢同埋真實歷史都係有得獨眼龍嚟嘅。咁我眼罩我哋就冇戴啊。咁大家睇欣賞下個頭雕先啦。等我梳一梳埋啊。OK， 比較人會關注頭雕，係啦，咁啊似邊個大家自己諗下啦，睇下疑似嘅電影人物啦。好，咁另外咧呢一個人物咧，由於喺戲入邊同真實生活裏邊咧，佢都係喺戰爭裏邊受創傷啊，所以其實咧佢係，我頭先以為你漏咗裝隻手添，唔係啊，佢係俾人炸咗隻手就，哎呀好肉酸啊，同埋咧佢係做埋咧嗰少少即係嗰啲，嗰啲肉紙嗰啲，即係斷咗截肢後嗰個感覺啊，即係包咗啲肉咁樣，係啦。另外咧右手斷咗，原來左手都好慘，左手有兩隻手兩隻半手指係斷咗噶，嚇係咩？係喎，咁好特別喎呢只公仔，冇錯啊，所以佢當佢行刺希特拉陣咧就喺廁所匿埋咧，就想將啲TNT 炸咧。就裝咗啲雷管咧，就裝唔切，於是裝咗一部分，咁就好匆忙咁就入咗個皮夾度啦，於是就放低咗去希特拉會議室嘅台底度。咁咧，但係好神奇地咧，有一個軍官咧就將佢個夾咧就拎開咗，因為當時佢就扮有電話就行出去，梗係逃命啦嚇。咁但係咧嗰個夾明明擺到好近希特拉嘅位噶啦，但係咧另外一個軍官咧就唔知點解，可能呢人行開咗，不如拎開個夾冇阻住我咁樣，就拎開咗個夾，咁所以令到嗰次嘅行刺行動裏邊咧。冇錯，成屋人咧死咗四個噶啦，但係咧有人重傷，但係希特拉竟然係輕傷嘅啫。而希特拉點解能夠冇死到咧？一間話俾你知，嗰樣嘢一同大家介紹下。好啦，咁呢個就嗰個軍官嘅樣啦，咁啊冇乜嘢講噶，咁啊留意一下就呢度係皮箱啦。好，大家比較關注嘅係啲散件係咪？好啦，咁另外咧佢奉送多個頭，唔係奉送嘅，連多個頭雕。呢、這個頭雕咧就係、是、呢個真人版本啊，即係二次大戰裏面真係嗰個史提芬伯格。咁呢位軍官咧後期咧。就因為被拘捕咗，第二日就已經即刻就被希特拉處決咗。原來俾希特拉處，因為呢單嘢咧，即係牽連嘅人咧係超過萬人嘅德國，就拘捕咗成過萬人，甚至大部分係被處決咗嘅。咁啊，係幾咁癲啊！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當日我諗好多盟軍都係英雄人嚟噶啦。好，咁咧，有德國喺度啊。咁另外呢頂帽啦，講下啦，呢頂帽就靚仔帽嚟。呢頂帽咧好特別嘅，嗱，通常啲軍官帽咧用布做嘅咧就好難定型嘅，但係佢呢個有個鐵線嘅內籠咧，就可以令到咧有個好靚嘅帽型出咗嚟。好，影到啊！見到，我都係重點介紹一下啦。冇錯啦，這個、呢個咧德哥揸住呢個就係嗰個當日行刺希特拉裝住 TNT 炸藥嘅皮夾。咁當然有呢、這個。起劫就係當日嘅炸藥，就係呢兩嚿啦，咁樣樣嘅兩件 TNT， 高強度嘅濃縮，唔係洗潔精，好似番鹼，係啊，番鹼咁樣。咁咧佢唔死嘅，就係因為係陣間同大家分享啦。好似套戲有講喎，有講嘅，其實套戲同個書就差唔多。呢本就係嗰個華爾基里嘅記事簿啦，裏面就裝咗啲好秘密嘅，好似可以打開添喎。係啦，係紙嘅，不過裏面冇寫嘢嘅。哦
梗係啦，一寫咗名單就俾人拉噶嘛，但係結果都拉咗萬幾人，所以希特拉拉萬幾人點解？因為冇寫啊，就係、是。咁又得意啲嘅配件咧，有因為可以講下嘅，呢、這個就係眼球啊。在戲入邊咧，佢係戴個眼球，因為佢隻左眼咧盲咗咧，佢就要入個假眼球，哦、即係因為隻眼會凹咗去嘅。咁、哦、所以咧，佢就整個假眼球落去。咁呢個眼球咧就可就唔我就唔建議凹落我隻真頭度啦，咪整花咗。呢幾支咧就係、是、金屬嘅，就係嗰啲雷管啊，就係、是、插落嗰啲 TNT 度咧，然後引爆嘅我哋。咁其實好多散煙嗰啲徽章唔講啦，咁留意我其他節目我都比較詳細啲講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、是、獨眼龍嘅罩啦，啊！哦，答翻個師兄先，呢只咧係一隻嘅，但係可以換裝，係啊，換裝就唔係兩隻㗎嚇，一盒係得一隻，但係可以換裝變成兩隻咁解啫。冇錯啦，咁第二層頭先德哥問啦，點解佢唔死咧？就係呢樣嘢啦。哇！係咩嚟嘅咧？一張木台，因為當時咧一爆炸嘅方向咧，可能佢唔能夠，因為佢唔係好高級，佢一個少尉定係上校軍階啦，就去唔到將領級嗰啲，咁所以佢個皮夾咧就擺得唔緊希特拉個位，就仲要俾人嚟拎開咗，於是一爆嗰刻咧，其實嗰個咁勁、咁強嘅德國橡木個台啊，因為橡木係好堅硬嘅木質嚟噶嘛，一爆嗰刻咧就幫希特拉就造成一個好似個擋盾牌嘅效果，於是就炸希特拉已經輕傷嘅，係啦，但係屋入邊係同台有四個係炸死咗嘅，就係呢張台。嗱，咁呢張台當然咧，佢可以砌埋就算啦，好似賣帽咁樣，就可以砌埋張木台嘅，因為時間關係啦。咁呢個公仔咧，仲有個大褸啦，同埋仲有一件咧，仲有一件另外一件褸嘅，佢係可以方便你做到喺戲入邊啦，同埋喺歷史入邊都類似嘅服裝，佢都可以做到嘅。啊，咁啱啱好啦，可以見到三件衫啦。哇，咦，好好抵食啊！係啦。幾多錢啊？千零蚊啦，千松啲，千一二到啦，我估計下。係啦，我覺得 Ricky 佢揸機越嚟越好啊，因為點解佢會指揮埋我哋，即係會提上提搶啊！都真係要講一講，即係 Ricky 嘅主持嘅技巧啦，揸機技巧啦，都好厲害，絕對係勁嘅。冇跟你啲大佬學嘢啫。冇錯啦，冇錯啦。咁咧，最後尾當介紹埋嗰把軍官嘅槍啦，呢個皮呢、這個套咧係皮套嚟嘅，啊，真係仲真皮做嘅。唔使怕，話大佬你呢啲高質素嘅 figure 用皮。你真係啲大廠，你真係諗諗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唔知點解佢哋唔用，因為其實係成本關係啦。因為其實咧，呢皮咁薄咧，其實佢要磨皮。呢只千零蚊啫喎。係啊，佢要磨皮嘅，同埋磨皮會好多損耗。即係攞塊真皮出嚟，都磨薄佢磨薄佢。如果你上網抄下知嘅啲磨薄皮嘅機器咧，其實係幾難處理。咁所以呢個係個誠意嚟嘅。好在啦，呢次又係另外一隻嘅呢個 DID 產品作品啦。咁啊，係啦。咁我自己係幾中意，因為個頭雕我覺得都真係好似啊，算幾靚喎。啊靚湯嘅，係啦。又望下先。好啊，睇下德哥望先。好啦，咁我介紹到呢一度咯。連佢最大嘅特徵都做埋。係佢左邊咧近鼻哥窿咧，唔係鼻哥嗰度咧，有一粒好似即係突出嚟，好似墨咁，但又唔係深色嘅。呢個係佢個好明顯嘅樣啦。我期待佢嚟緊嗰套 Mission Impossible 嘅第七集，就好期待，因為睇佢啲吹奶都好。好吸引啊！好吸引啊！我啱想又即係差遠少少，我今日睇呢一個蒙面超人嘅 trailer 都好吸引啊，係嘛？陣間睇嚟要揾啲時間講下喎，大把時間啦，都係嗰句，今日 OK 啊，聽日我又唔使翻工，終於今日有冇 OK？ 掂，好，轉頭有好嘢睇，好。